要说这演艺圈中辣妈的一号人物，非小 S 莫属了。作为三个女儿的母亲，小 S 的火辣身材似乎从未走样，比例非常好。对，我可以，你介意我请你跟伟如再没问题啊？你尽管过来，你尽管过来，你尽管别上这个长度嘛，你看好细呀，我的妈！哎，小 S 真的不一样哎。相比怀孕生子时女性的低调甚至隐退，就算身怀六甲，小 S 也未曾想过把自己藏起来。这一份自信，谁人能比呢？其实穿高跟鞋主要是怕孕妇跌倒伤了宝宝，但如果本身手脚利落的话，那可以来个后空翻什么的。三次的生产经历，小 S 每次产后都秒速复工，而且身价一次比一次提升的快。主持代言姐妹淘聚会，小 S 很好的诠释了辣妈的概念。超级辣妈实至名归，辣妈指数5颗星。